大家好，养护蝴蝶兰，我们买回来的时候呢，开着非常艳丽的花朵，拿回来我们平时只是浇浇水，它就能延长花期呢？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，用这个方法能延长花期，还能增加花色。蝴蝶兰开出非常艳丽的花朵，它是消耗非常多养分的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在花盆里面撒一把它，能延长花期，增加花色。这个就是长效的磨肥。大家看一下底部这些白颗粒的，就是磨肥了，和根系接触不会烧根，而且呢，肥效长达一年。好了，喜欢蝴蝶兰的花友们，我们买回来放一把它，能延长花期，增加花色。平时只需浇浇水，也能满足它第二波开花所需要的养分。好了，再见。